到运费，还是运费，其他的费用交二十费，其他的我们卖的就是纯的。也可能是你要你说我就说，我一单出的纯的挣十二，量大也可以。有的客户一次拿了我200块钱、200块钱、300块钱。我们今天晚上来这么的了，正好带他们出去转一转，转转卡斯考。一会儿咱六点半六点四十拿过来，天太热，上面晒了一天挺热。我说我妈也得过来，咱就去。